龙坤摆出一副很聪明的样子，调侃了一波。哼，这还用说？不过这一次，我并非是扭转局面的关键，他们两个才是真正的大腿啊。那你？我的意思是，他们两个才是扭转局面的关键。龙坤赶忙悻悻地将目光从徐阳身边两大美女的身上撤回来，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却发现自己差点被这两个女神冰冷的目光生生冻住。其他姑娘们则是自顾娇笑了起来，都知道龙坤这货最大的爱好就是搞事情，简单将目前的局面阐述一波，同时将神之国三天后盟军集结的消息通知给大家，属实让三王子长舒了一口气。所有人都明白，几天之后幻想世界终极一战就将打响。另一方面，让徐阳感到惊喜的是，林青书已是给自己云丘岭那些长老们发了信号，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有一批继承火种之力的强者赶来支援，也算是联盟军团增添一道助力了。现在这种时候说别的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只有拿下黑蛟王和无尽海一脉，说其他的话题才有意义，否则整个大陆都将难以维系，再说别的都只是空谈。比预想中还要提前一天，武神官泰隆捡回一条命后，似乎仅有的一点私心都不存在了，全心全意为神之国和无双服务，非但提前一天完成任务，率领神之国本土盟军抵达千秋岭，还增加了30,000自己的子弟亲兵开赴前线。看到这一幕，无双也是发自内心的感到慰藉，大敌当前，武神官的决心为全军的士气给予了极大程度的增幅和提升。两军结盟，总共30,000大军同时铺展在千秋岭辽阔的平原之中，接受三王子和无双两国至高代表的检阅。值得一提的是，讲话阶段徐阳和三王子主动放弃这个机会，而是共同推荐徐阳大佬作为两国盟军的唯一主宰总指挥，其他所有人不论职位高低都要无条件听从徐阳发出的任何命令。这便是两国至高代表对战士们提出的唯一要求。就在完成誓师检阅仪式后没多久，刚集结在一起的联盟军都还没有归营，这千秋岭外围突然爆响起惊涛拍岸、乱石穿空的惊人场面，数不清的浪涛将千秋岭不远处对应的海岸线拍来，来自无尽海的狂猛呼啸拔地而起。启禀大统帅，是无尽海上出了异动，目前虽没有敌军上岸，但这海岸线周围的海浪却是十分凶猛，比之平时更盛太多，似乎随时都有冲上岸边攻击我们城墙的危险。徐阳冷笑，哼，这是想借助大海的势给我们释放压力，动摇我们的军心，同时对我们的防线本身进行一定程度的冲击。告诉盟军战士们不用担心，今天夜里我会让他们所有人都睡上一个好觉，明天天亮时准备作战。遵令。很快徐阳的命令便传达到了30万盟军的耳中，虽然他们也对这种如同地震一般的滔天巨浪十分恐慌，似乎随时都担心会有敌人冲上来，但徐阳的一番话算是给战士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夜里徐阳将其他所有人唤出主帐，在整个千秋岭平原方圆百里处分别建立一个三角形的局部阵眼，而后叫女帝和无双分别前往敌角两个眼位亲自坐镇，再利用灵魂共鸣保持联络。接下来我将以天眼之力引导你们两个共同完成八荒游龙阵，此阵乃是我当年闭关所创，乃是借助天地万物之力凝聚出固定的真龙之势，来阻挡来自海中浪涛的威压，你们准备好了吗？我没问题，随时可以开始。在得到女帝和无双两人的肯定回复后，徐阳开始了新一轮的动作，天眼之威强势彰显，四面八方数不清的生命气息凝聚向千秋岭，自然也包括燕之国和神之国一部分众生的一丝元力。
天眼，因为可以笼罩整个大陆，因此参与这次集气的人数相当庞大，个体数量越多，对个体的影响自然也就会无限被减小。他们甚至没有感受到任何身体状态方面的变化，便完成了这一集气过程。开始，徐阳以天眼凝聚游龙之魂，只见一道无比精致的真龙魂光图腾凭空显现，而无双和女帝则负责将各种擅长的两种元气井然有序地不断过滤后输送给徐阳，让这道魂力虚化出的真龙图腾完美成型。半个时辰后，千秋岭上空两道栩栩如生的一黑一金两色游龙强势崛起，接连发出震天动地般的惊世龙吟。而在徐阳编织的特殊阵纹界限内，双龙魂盘环游走，形成一个封闭稳定的龙气护罩，将整个数十万大军所在的战场边境完全守在其中。有了这双龙护法的大阵庇护，任凭外围惊涛何等强势，也丝毫影响不到阵线内的士兵们休息，他们甚至连一声浪涛呼啸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天哪，之前就有传闻说大统帅徐阳就是更高世界层面降临的神，之前我还不信，现在看来这你妈可能是真的呀。的确，凡俗中人哪有这种通天之能啊，更重要的是龙这一生物从来都出现在传说中，而是徐阳大佬竟能将真正的龙魂弄出来，我要膜拜他一波了。哎，你们没看见吗？徐阳大佬身边全都是当时最顶级的绝代家人，个个都是顶尖强者呀，这样的一批主宰级大佬亲临指挥，相信此番无尽海之战我们一定能取得辉煌的成就。一夜安眠，战士们仿佛收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宁静舒适夜晚，不被任何力量打扰，似乎大战之前心中的压力也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整整十个小时的睡眠让数十万联军战士们的战斗力彻底达到了顶峰状态。第二天集结起来后，所有人都容光焕发，战意十足。杀！看着严阵以待的联盟军战士们，城墙之巅徐阳为首的一众核心大佬们也彻底放下心来。